黄毓菁今天凌晨发了一条长微博，称自己只是坚持一个真相，全文如下：希望各位要明白这点，我不是和崔教授撕逼，我只是坚持一个真相，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对崔做出任何人身攻击，也没有谩骂，我都是在摆事实讲一句。相比之下，崔教授故意给别人又是起外号，又是恶搞别人名字写法，又是截图散播黑粉编造的内容攻击我个人，却一直回避面对问题本质，就显得比较不上台面，有点 low 了。黄毓菁的微博一天数条来袭，每一次看的人都是云里雾里。原以为黄毓菁和崔老师的事情已经过去，但是就在这几天，突然两个战火四起。说到黄毓菁，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声援崔老师的，不知道为何后期直接倒戈，要么就一直不支持，要么就一直支持，这样半路开始倒戈，会不会让人觉得信服力打折扣呢？作为吃瓜群众，很难辨别网络上的名人谁说的是真的，所以很多时候在外人看来没有评论的必要，我们只相信证据和时间，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纵容一个坏人，仅此而已。